其實同我 PB 都係差1cm， 雖破到應該都係要，都係應該要破到嘅，因為一年嘅時間要 PB 2cm 都係好應該嘅事。其實個競爭都激烈㗎啦，因為、第二名咧係個水準都係喺95以上啦，所以佢今日可能即係有啲失準啦，同埋之前佢都整親，所以就可能個發揮會冇咁好，因為都係隊友嚟。我覺得自己嗰啲 flexibility 可以做好啲，因為柔軟度都比較差啦，以致好多動作都冇話用得曬好多肌肉去做啦，所以係咯，呢個位置就係差啲咯，同埋都要時間去調整呢樣嘢。